阿嬷，偷换军械之恩，孩儿已经查清，并且手刃了仇人。您放心，我们霍家的仇，我一日也不敢忘。终有一天，我会查清孤臣被灭的真相，我会将所有有罪之人。 都诛杀殆尽，一个也不放过。血债，血偿。 您受伤了，我给您包扎吧。啊！不，阿离，阿离，你自小就怕血，你忘了？你手上被划了一道口子，你还晕了一个时辰呢。我自己来。啊！我长大了，如今连上战场杀敌都敢，怎么会怕血呢？ 你不能上战场，那些武器都是坏的，你打不过他们的，他们一个人都没有来，他们谁都没有来，你不能上战场，你不能上战场，我自己来，你怕血的，我自己来，你不能上战场，没事了。 偷换军械的人，全都已经被我杀了。那些没有来的人，我一个个把他们揪出来，我会给我们所有人报仇。 哎呀，林将军，您就给圣上低个头吧。您这儿跪着，圣上心疼啊。林将军，您天老奴说，这圣上啊，他庶子，你可知错？陛下，就是平日太纵容你了，如今魏省之要犯，你都敢杀？ 这是欺君之罪啊！你让朕如何处置？陛下息怒，林将军在这儿都跪了三个时辰了，况且他这身上还有旧伤，要不……要不什么？给朕滚进来！哎，林将军，圣上让你进去了，来，进来。
你是不是意思？你什么意思？你是在等着朕的第三脚吗？陛下所赐皆为君恩，臣不敢躲。哎呀，你四省雍王还伸展厚奏，你把廷尉府和朕还放在眼里吗？你这心里还有不敢二字吗？雍王父子首战无辜将士鲜血，又逼得何将军全家战死，臣杀他，何罪之有？那也不用你亲自动手。 要杀要剐，一道诏书就可以。何必脏了自己的手？臣饮茶的雍王父子还身负其他重案，他们死不足惜。死不足惜也不用你亲自动手。我要给王思哲讨个公道。讨公道，死者死矣，你为什么要就着不放的？陛下，别说了。此生啊，朕纵容你也是有底线的。天下百姓的安宁，就是朕的底线。历历余孽作乱几十年，黎民百姓。 翘首以盼的平静安定日子才过了多久啊？你就想搅乱朝堂，再搞一个天下大乱不成？臣不敢。今日你诛杀微臣重犯之事，朕罚你。 半年失忆，官将班职，回去反省吧。是。哎呦，陛下。哎呀。 臭小子，脾气硬，打着筋骨更硬，害得朕的脚生疼。哎呀，还有你，曹成，刚才为什么不拦着点儿啊？哎，老奴该死，老奴该死。陛下，林将军啊，年纪尚轻，总有一天他一定会明白陛下的苦心的。 但愿吧。